这个夫人好像就是在脸书上替你很抱不平，他说现在好像要慎选，不是只要把你抹好一口。有那个夫人嘛，没有啦，我觉得陈佩琪有时候这个叫关心嘛。这个好太太，好太太。他说，可是他的发文，跟他的发文好像网友都是不领情，觉得说他这样子好像在消费雅思符合证哎，就帮你。啊，那个那其实我们家比较严重的是我那个大儿子，还不是我。后来他妈妈，不管是作为太太或做妈妈，他有他的，人家说关心嘛，关心，我真的是关心了。